上一回我哋讲到，司马光嘅上司节度使庞直同夫人刘氏睇见司马光三十几岁都仲未有儿女，就喺佢嘅妻子张氏同意而且回避之下，叫一个美貌嘅歌妓轻轻去侍候佢啦。咁点知司马光毫无纳妾嘅意思，咁虽然轻轻风华绝代，但系司马光并不表示欣赏，咁轻轻唯有知难而退。呢件事好快就传咗出去，督员嘅同事纷纷取笑司马光。咁呢度我哋顺带提一提，因为司马光嘅别字系君实，咁所以督员嘅同事个个都称呼佢为君实兄啦。君实兄，我睇过你所作嘅词啦，啊，你都唔系一个不识风情嘅人嚟噶，点解当轻轻呢位美人而遵就教？你系竟然忍心拒人千里之外、啊？系咯，程推官，呢啲就系叫做以时论人，失之君臣啊！以后你都唔好以时论人咧、啊，唔准确嘅。相见赠予不见，有情还似无情。写出呢种词嘅司马君臣，竟然对一个情深款款嘅佳人表示敬谢不敏，呢件事我真系到如今都唔相信。程推官，所谓各有前因，你又何必羡慕到出口呢？嗰位情深款款嘅佳人，点都唔会去到程推官嘅住宅而遵就教嘅。千年君，我唔系羡慕喎、我只系可惜啫。咩话？呢啲机会唔系时时有噶嘛？你替人哋可惜啊？咁即系替古人担忧嘅啫。司马远成好有主张嘅，好知道进退嘅。其实呢啲嘢咧系佢哋祖传噶。轩辕君，你呢句说话都几奇喎、哦。我又点样知进退，又点样有祖传呢、啊？我记得你哋贵姓嘅名人之中，从前有一位司马相如，要前进就前进，弹起琴嚟拉走咗卓文君。今日就有一位司马君实，要后退就后退，见到天仙下降啫。即就望风而逃啦！哎呀，轩辕君嘅记性好似唔系点好咁。哦，我记得书上记载，司马相如好似冇妻子在堂噶。嗯，咁冇妻子又点咧？系、我今日就有糟糠之妻在堂，咁轩辕君嘅取笑，岂不是唔得贴切？君实兄，你真系难得。哦，程推官。我又点难得呢？难得你见咗轻轻都仲记得糟糠之妻。咁如果系程推官呢？我系咯。如果系我，我就乜嘢都唔记得咯。系啦，君臣兄，头先我哋讲嘅说话系讲笑嘅，千祈唔好见怪啊。唔会唔会。啊，你呢一种人可以称做有为有守，将来一定非池中之物。我哋做过同事，第二时我一定会引以为荣嘅。程推官系前辈，应该随时勉励我，唔使咁赞扬我噶。哦，值得赞扬啊，就要赞扬。至于勉励咯，我相信司马君实都唔使人点样勉励咯。系啦，司马远成，我想问声你嘅，今年朝上大臣。都就请皇上建立国储，咁你虽然身在并州，亦都向京师上诉参与其成嘅。咁呢件事近来发展成点样呢？你问起呢件事，令我自觉当时有啲唔自量。哦，不过我认为呢件系大事，凡系人臣都有责任向人君提出意见嘅。嗱，又因为自己知道人微言轻。所以另外写信呈上知谏院范振大人，劝他不惜以性命向皇上争持。哦，是啊是啊，范大人对劝皇上建立皇储这件事表现得有声有色。哈，看他平时好像不是几喜欢开口，对于他负责间了皇上过失这个岗位好像没什么表现。
但系对于呢件事，佢当面对皇上陈词三次，而且前后呈上嘅奏章有19封咁多。系呢啲就系叫做不明则已，一鸣惊人。范之间催促皇上决定主意，等候咗百几日，忧急交战，以至骚发皆白。皇上俾个侍御史知习事嘅兼职慰劳佢，咁佢见皇上唔听佢劝，所以就唔肯接受兼职啦。皇上知道佢要争持到底，但系自己又想拖延落去，唔想咁快决定呢件大事，就唯有免咗范大人知谏院嘅职务，等佢免开砖口嘅。唉，讲起上嚟呢件事真系可惜啊。我对于呢件事都有啲唔系几明白。仁宗皇帝既然自己冇仔，就好应该选一个近亲嘅子侄立为皇储噶。点解要拖拖延延，总唔肯咁办嘅呢？孙元君，乜你讲得咁容易啊？成个天下要让咗俾人哋个仔噃，皇上啊，梗系想拖落去啦，拖到自己有仔啦，就唔使立人哋个仔做皇储啦嘛。系。呢种思想是由利害得失出发的，我们为人臣者就是有责任替皇上分析这件事的影响。记得今年正月皇上大病一场的时候，在宫廷里面酝酿中的形势真是险恶无比，好在文彦博和富拔两位相爷一起入宫宿卫保护，度过了危险时期，将一场大祸打消了。是啊，皇上在病中亦都知道国无储君的危险，很多怀有野心的人为了想取得帝位，就会不择手段乜都敢做，所以他答应了文相爷病好就立储君的。怎知等到病好了，就好像不记得了这件事一样。这种情形就叫做患得患失，最难解决呢就是这样的事的。是。我最佩服司马远成所上的疏里面有几个这样的说话。就是神圣之言责不在，神言之色足自和，言而必言者万一其陛下采而听之。孙元君又取笑我了。点会呢？北宋嘉佑二年，即是公元1057年，司马光被上司庞籍委派到伦州巡视。庞籍当时是出将入相的边疆大员，他管辖的防线很长的。以前我们讲过，他的大本营定州，即是现在山西省的太原。司马光被委派去巡视的伦州，即是现在陕西省的极北端，距离外蒙古不过是几十公里的神木县地方。原来宋朝时候，伦州的西边就是历史上称为西夏的夏国境地，夏人时时侵扰边疆，所以要驻兵防守边区一带。那些重要地点还要时时派人巡视的。司马光用了很多时间你详细研究过伦州的地形，观察过下人的动静之后，就回到并州向庞籍报告，并且有所建议了。君臣，下官在。你这次出巡伦州一路辛苦了。下人不觉得辛苦啊，属下得到这个机会去周围历练下，实在得益非少啊。是啊，伦州的防务有没有问题？大人，伦州首将郭将军是一员勇将，守土方面相信不会有什么问题。郭恩是啊，大人。他只是一员勇将，可惜有勇无谋，心思差一点。大人，
轮州的地形极好，那条屈野河做了天然的界线，下人虽然想侵扰，亦都不容易飞到的。咁喺防守嘅价值上，呢条河胜过十万大军嘅。哦，系啊，喺战略上呢条河好紧要。不过，大人，嗯，以属下愚见，行河而守险，好虽然系好，但系似乎显得消极啲喎。哦，你觉得点样，然后先显得积极呢？大人。屈野河之西的大片平原地带，实在都是大宋国土嚟。只因为前任首相一向贪图省事，但求守得住河东，河西的平原就变成半放弃状态。嗯，实情的确是这样的。大人，嗯，我们如果俾啲精神整顿好屈野河西岸的地方，一大片平原就变成一大片肥沃土地。嗯，我哋可以招募啲农人去开垦，不妨定出啲优厚条件俾农人。咁将来有收成啦，就可以减轻河东粮食不足嘅情形呢。啊，系啊，轮州每年都向好远嘅地方高价输入大量粮食嘅，但系屈野河嘅西岸下人出门无常，如果冇相当力量嚟保护，相信唔会有农人敢于应募过河开垦嘅。事实上的确系咁，所以属下有个小小嘅建议。咩？属下已经将屈野河两岸形势绘写成图，以助说明嘅。咁真系好啊！你办事够晒精细。大人过奖，嚟嚟嚟，快啲打开个地图俾我睇下。好，好。嗯，哦，大人，呢个系轮州城，呢条就系屈野河。哦，呢处大片空地就系河西平原。嗯，而呢啲、呢啲同呢啲咧，都系下人明星队伍出没嘅地点。好好。你呢个地图写得几详细，大人是实地写成的，写的时候曾经数亿期稿，所以都算有参考价值。是是，咁你有咩建议呢？请大人睇真下啦。哦，屈野河西岸呢一度啊，就叫做百草坪。嗯。地势上可以控制各方的。你建议我们在百草坪建立一个据点，派遣部分驻军保护农民，同埋保护将来的耕作，是不是？是，属下就是这个意见。那你有没有想过设什么性质的据点呢？嗯，属下以为只要设两个有碉楼的城堡就够了。我们大本营只隔一衣带水，需要的时候立即就可以补充。下人集中实力要大举进攻的时候，我们又可以退守河东的。好好，你这个意见几好。好了，我同程推官详细研究下，如果冇乜嘢唔妥，就可以依照你嘅建议实行啦。咁咪最好啦，大人。属下正有愚者之虑，恐怕自己睇唔到有疏漏嘅地方。你不必太谦啦。事实系啊，大人，我年纪大你好多，时时当你系指侄妹一样。多谢大人。我哋而家讲完公事啦。讲下私事吧。唐公爱护之灯，永世难忘。诶，唔好咁拘束啦。我问你，我几个歌姬你见过噶啦？你觉得边一个美貌啲？大人，上司嘅尊崇，唯属下者再礼不敢妄加品评。唉，我都叫你唔好咁拘束啦。
是我叫你讲的，你又怕咩讲呢？为人脱略一啲都唔紧要，但系脱略必须有限度，超过咗限度就叫做无礼啦，大人。好啦，咁我唔同你讲呢样啦。你将近四十岁，仍然膝下无儿。老实讲，我好关心你。属下多谢庞公关怀备至，但系属下夫妻都未算老，况且有子无子乃属天命。如果属下命中无子，多至事妾又有何益呢？咁好啦，你意志咁坚定，我都好欢喜。你去休息下，属下遵命。夫人，你叫我啊？是啊，你看书看到咁入神，是不是又是翻睇《左传》呢？不是，《左传》我早就念通晒，唔使睇啦。咁你如今睇紧咩书啊？是一啲有关边防嘅书嚟。相公，庞大人都采用你嘅计划，喺伦州屈野河西岸建筑紧堡寨，镇压下人嘅咧。咁由此可知。你对于边防的研究都好有成绩，值得高兴的啦。夫人，这些不过是小意思而已，而且这个计划正话开始着手，那实施以后是不是能够照预计这样起作用呢？如今都未容易猜测到的。是啫，但是庞大人经过深思熟虑然后付诸实行的，那一定认为你这个计划是一个好计划来的啦。君实兄，叫我呢？君实兄，原来是你啊，廷推官。君实兄，阿嫂，真系对唔住，唔紧要，外边道门一推就开啦，撞咗入嚟，真系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廷推官，你咁匆忙，系咪有事发生啊？推官老爷，请坐试茶啦。阿嫂啊，今日唔得闲饮茶啦。君实兄，伦州送嚟急报，大人命我即刻嚟。请君实兄过督员商议要事。伦州急报，廷推官，咁你知唔知道呢件事嘅眉目啊？系咯，咁我就唔知啊。我啊只系见到大人睇咗急报之后，神情急迫，大概未想俾人知道啦，所以命我即刻嚟请君实兄。咁啊，咁好啦，廷推官，请你先行一步，我稍为整理下衣冠，跟住就到噶啦。唔使啦，大人吩咐过，不必更衣便服就得噶。哦，咁好啦，咁我束好腰带。换个对鞋，戴翻领帽就同你一齐去。相公，呢几样嘢都喺手边嘅啫，嗱，我拎俾你。咁啊最好啦，君实兄，你都知道我哋位大人噶啦，急起上嚟嗰阵都几得人惊噶。咁啊系，好啦好啦，程推官请，君实兄请。大人，司马君实嚟到。大人，系咪伦州有事发生咗啊？君实，乜嘢河西嘅碉堡捉错咗啦？吓，捉错咗？系，捉堡计划嘅本身或者冇错，但系执行嘅方式错咗。唉，而家影响落嚟，变成整个计划都错晒。大人，到底事实系点呢？急报写得好简单，正是话碉堡在建筑中，国因大兵过河，被下人伏兵所败，国因阵亡咁样。至于详细情形，你可以问易史。易史，是周勇，属下巡视伦州嘅时候识得佢嘅，仲问过佢好多有关当地形势嘅事添。周勇 ，John， 你讲俾司马通判听。系。不过讲都冇用，
我都话过，国恩有勇无谋，但系估唔到佢会蠢成咁。周瑜在，郭将军系点样带兵渡河嘅？嗰日郭将军听到嗰啲保护竹堡军事嘅哨兵报告，话发现夏国兵有结集迹象，佢就即晚点咗1000兵渡河，话要趁住敌人不备，显示下威力，扫荡咗佢哋先，等佢哋结集唔成，知难而退嘅。唉，郭将军嘅行动未免太过轻率，敌人喺日间零星出现，恐怕只系一种诱敌之计，目的只系引诱我哋袭击，就出动隐蔽嘅实力嚟打击我哋。系，方才庞大人都系咁样分析呢种情势，话出击嘅行动太过轻率。国人骄狂自大，未知敌人虚实，就判断只系啲散兵游勇，认为无足介意，而且孤军夜袭，不切接应，着着都犯咗兵家大忌，真系误己误人，误己误人。周瑜在，郭将军孤军夜袭，不切接应，点解冇人间咗佢？冇副将间咗过噶啦，但系郭将军唔听佢劝。原来武堪将军曾经间咗过佢。系，事实上喺郭将军渡河之后，武将军已经喺屈野河东岸展开戒备，直到发觉郭将军中伏，咁就即刻过河抢救，同夏国嘅兵打咗一场仗，互有伤亡，相持到第二日嘅晏昼。咁因为我方源源增兵，夏国嘅兵就逐渐退却。郭将军是在夜晚过河第一次两军接触的时候阵亡的。是的，郭将军在河西边处地方中伏的。在段道湖。在段道湖？是的，那处地形最险要，我拣中百草坪做设立碉堡的地点，就是要控制段道湖。如果碉堡建成，就一定不会有这种事发生。现在讲这些说话还有什么用呢？你出去休息啦。系，听日有公文俾你带翻去伦州嘅。知道啦，大人。大人，呢次嘅变故推缘和此系属下嘅捉宝计划引起嘅，请大人以应得之罪。唉，冇错，咁系由于捉宝而起。但是责任就不应该由你来负。不是，应该由属下负责。因为国恩将军已经不在人间，由他造成的错误是应该有人承担的。当然啦。唉，朝廷允许夏国的元豪称帝，是迫于无奈的事。派遣我哋喺呢处防守，系唔希望造成军事接触嘅，因为接触咗而又得唔到胜利，就系暴露我方弱点，系威武上嘅损失好大噶。系啊，大人讲得非常之啱，凡兵系不堪战阵，一经接触，冇办法唔暴露弱点，所以国恩兵败。损失虽然不是很大，但是朝廷对这件事就一定很重视，所以属下请大人以应得之罪报上朝廷。总之这件事的责任在你输又好，不在你输又好，朝廷都不会要你负责，我也都不会要你负责。大人，属下自知职位卑微，唔负得起呢个咁大嘅责任。但系根究到呢件事嘅根源，实在系因属下对环境唔认识得周详，就冲具陈述捉宝计划，以致造成祸端。所以大人，君臣卿嘅说话都有理由。你哋不必多讲啊！我驻节一方，辖下大小事都应该负责。段武在事后推卸责任之理，因为事前是经过我考虑然后批准实行的。
这个计划的本身，我仍然认为值得施行。不过实际上如今当然要废之了。功亏一篑，君臣兄，真是可惜。君臣，再你长冤民事，等阵同我写一道本章，将呢件事上奏朝廷。我唯有束身待罪啊！大人，属下一定令我上书朝廷，将呢件事嘅始末陈明，清清楚楚指出。如果捉宝有罪，呢条罪应该降于属下身上至啱嘅。根据历史记载，结果节度使庞直就是因为这件事被罢免官职。司马光三次上书给宋仁宗，要求负担这件事的过失，但是都得不到回复。后来庞直被任命官民殿大学士、户部侍郎等职守，又做过短期的青州和定州的地方官。当他76岁去世的时候，仁宗曾经打算休息一日致哀，亲自到灵前致祭，后来都没有实行，表示朝廷对他始终有些不高兴。但是司马光就升堂拜庞直的妻子刘夫人，当他是自己的母亲，又当庞直的仔是自己的兄弟地照顾。他这些行为获得舆论的一致赞扬。